我不想在一个不信任我的老板底下做事。拜托你留下来，留在我女儿身边保护她。你指的是喜乐还是平安？我这样请我吃饭，你的部落要烧焦了。 放心，我不会走。总裁，总裁！目前的状况你不能再拖了，得赶紧接受治疗，否则的话……大伯母这女儿长得还真漂亮哎！你想要就去追，让爸爸看看你到底多大能耐。好了，你惹我太多了吗？你怎么那么慢啊？快点，我去叫喜乐。 每周日晚间10点，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爱。